今天给大家展示如何用富士来拍月亮。首先我们只要准备一个富士相机，一个尼康的70-200，还有一个准备具，然后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把这个尼康的70-200加上富士的镜头之后，拿一个 finger 的转接环，然后再接一个准备镜，请原谅我粗暴的安装方法，再加上，然后我们就来到，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把它架到了一个三脚架上面，拿起我们的这个翻转屏，对着我们的月亮，然后夹紧，夹紧之后，我们就继续对着月亮夹紧，然后再慢慢的手动对焦，因为这个 finger 的转接环，它虽然是自动对焦，但是它这个真背镜加上之后就不支持，所以我们只能很痛苦的慢慢的对焦，然后再慢慢的对焦。好多蚊子啊！好烦，那个哟，唔该，倒计时咁咩？中秋节快乐！点点相思愁，月三四十九人。